我们这边。大致的就比较稳，就坐在那边等，时间到就好吃。他不是，他们每天都会上上下下。哎，吃这个是柚子皮。哥哥、弟弟还有，他是两个妈妈，对不对？两个老婆，对，然后各生一只。哎，对对对。哇，转过来了。嗯。然后看看，小妹妹小妈妈呀，对，妈妈这样子。还有那个妈妈，对，都有空抢来。哎，弟弟要上来，弟弟会抢他的。我抢二十五。会，就好像在玩摔跤。每次都那么凶，看起来很会，那会家暴，对，这个洞吗？对，啊，我看到它是白白那个就是它的爬塔屋，啊，
那个白白是他的肚子吗？不是，他的腿啦，他的腿。哎，对对对。好大哦。很大。啊，小孩去找他玩呢。哎，对对。小孩喜欢找爸爸。找你们，妹妹先这样啊，抱弟弟。他们他出来了 ，baby 出来了，爬上来了。他跟着他妈妈。你看洞洞里面有吗？你看洞里面有。找哥哥玩，啊，好可爱，他们两个好可爱哦。中午哥哥在喝奶，弟弟拼命拉他脚，拉完摔脚了。哎，啊，好可爱哦。他们在玩，哎，他们跟我玩下去了，好调皮哦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换另一个，哎，对，对，换另一个。另外一个也要掉。哎，都有，另一个只是用手撑。好小只啊！开家庭会议了。你可爱啊！第三个是这个。你刚刚不应该站在那个门，那个角度到哪里吗？你那边说。让我看一下。妈妈，妈妈，你看。妈妈，我要住。